家人们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斥巨资拿下这碎金换亿呢？是因为他要快下架了吗？不是，是因为他帅吗？也不是，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范特西。咋了？你叫我过来干啥？快看！啥？碎金换亿的染色款。哎，等会儿。我瞧，帅吧？哇，这个翅膀有点东西啊！你有病！这碎金换亿本来的颜色我是一点都不感兴趣的，对比它我还是觉得月白之银好看。但是呢，这刚仪今天突然更新，憋了个大的，就是突然给碎金换亿做了个升级，也就是多了两个染色。这银白色是真的直接戳中了我的心吧，所以我也是毫不犹豫的来拿下它。据说保底是一个648，但是呢，就凭我这手气也是随便拿下了。现在号上有2000多弹币，我们就争取在2000内拿下，直接开抽。这节奏下去，该不会第一个就可以拿下了？不可能！眼镜也不错啊。你好，我以为刚一上来给我玩大。王一多送点是不行啊，那咱们就再充200，直接拿下他，3选1，这次一定能行。你好，我千想万想就是没有想到，我108中了1000的苹果，最后两个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不想和奶酪一样做保底大户，让我过个开心的年吧。跳啊！我这竟然也是保底啊！范特西，我恨你！怎么样啊？这个翅膀帅吧？确实帅啊，但是为什么是大保底啊？范特西，你给我补偿回来！都怪你让我抽这个皮肤！